接下来就要进行我们高手组的百万卫冕赛，欢迎我们卫冕者田延梅。你好，华哥好，嘉琪姐好，你们好。延梅今天带来的歌曲是《不管爱情嫁人婚》。嫁人婚，好，挑战你的是92.6，加油了，一起来欣赏。访问你说你台语是用注音的，注音。那你们歌为什么可以记那么熟啊？加上旋律会比较好记。嗯，而且大家说田延梅这个总是可以有抗压性，那么会不把赛哈？啊，那过关他也不会开心，失败他也不会难过。没有，瓜哥你有所不知，他有时候比赛前呢，工作人员找不到他，后来好几次都在厕所发现。哎呦，在吃冰淇淋。然后他出不是啦，他出来会眼眶都红红的，他其实躲在厕所里面偷哭。是吗？其实在这个舞台上，就是我是跟自己在比赛，所以尤其是台语歌这个部分是我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然后因为上次做了卫冕者之后，然后每次比赛完就觉得自己的表现真的不是自己很满意，那尤其是彩排完之后就更加的加剧我这个心里面的压力，对，很沮丧。然后虽然说卫冕者的位置很吸引人，但是一关一关这样过的话，心里面的压力会越来的越来越大，这样子。嗯，尤其是当你过了十关的迈向15、20的时候，那个压力会更大。嗯，尤其是有一个高手一直紧追在后。是。对。现在还会跳舞。他还会跳舞。他都不在厕所哭，你都在哪里哭啊？请问讲。你有哭过吗？不哭啊。对。你才是没血没泪的。我觉得我没血没泪。啊，是哦。你只会流汗呐、啊，对，只会流汗，因为他水分都流汗流光了。洪静瑶老师，请。延梅哦，你还是真的是很有你自己的一个唱歌的个性跟风格。你知道，其实你的声线哦，把你的那种语气唱在这个里面以后，我发现它就变一首新歌，而且就好像就是变成为你设计的新歌。不过我自己觉得你的台语歌特别有一个东西你是进步了，就是你的咬字
哦，单纯，哇，那个唱得非常有味道。那个就是好像真的就是天生在唱台语歌的这种很快的过去，你就没有思考。其实有时候在咬字的时候，它是不需要经过思考，它反而不能经过思考，但是它可以把感情放在这些咬字的这些的尾音或者是这些字句当中，好不好？加油，在这小地方再加强就好了。好，谢谢老师。陈奕迅老师，请。也没了。我觉得你这今天我听你唱这闽南语这首歌唱得真好，这个主歌第一句一唱出来啊，就有震撼力耶，非常有个性，尤其这首歌唱出就是你真正你的个性，你的感觉。嗯，好，其实我讲说唱歌啊，要唱出个性出来，我很喜欢。谢谢老师。但是因为我们唱这首歌，也许我们都唱不赢你啊，唱出你自己的味道就好了，好不好？好，加油！谢谢老师。陈奕迅老师这么会唱，还谦卑，谦卑再谦卑，真的是。丁小文老师，请。今天选的这首台语歌哈是比较少见，叫做高音劲歌。高音劲歌很容易爆冲。那严梅今天在这个力度的掌握上面其实还不错，还没有爆冲，只是音准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确定。好，所以像这种高音劲歌的歌啊，第一个音准一定要很确定。你要是第一句进来音准很确定，语气很确定，我告诉你这个歌你已经一半的分数拿到了。今天严梅我觉得表现最精彩是你整个的语气表情啊，我觉得你今天不是说你的声音好像是很适合唱台语歌，很多老师都说过，或是觉得说哎，你的咬字听起来好像特别舒服特别好听，我觉得你现在唱台语歌已经是你的表情你的肢体已经完全投入歌词的状况。像我今天在听你唱最后一段副歌的时候，我想哇，原来你要不要去演戏啊，我觉得你的明示的那个八年档的闽南语剧来了，你可以去演一演。我觉得你的肢体表情非常丰富，而且你完全了解今天这个台语歌词在想什么。哦，我觉得你真的进步很多很多，所以今天我觉得你最精彩是这个，你完全知道在唱什么。哇，我觉得严梅你在那个位置上是可以做再稳一点了。当仁豪今天表现非常非常好，今天基本上我觉得是不分轩制。但是仁豪，我觉得严梅在歌曲的诠释上面可能目前是略胜一筹，只是他现在不会跳舞，好 OK， 他还没有尝试那个快歌。那你的歌型是很多样，好，仁豪有这个优势在，所以仁豪要攀着这个优势再往上再走一阶，这个很重要。好，但严梅今天真的我觉得对这首歌呢，把对方一个外表斯文但是那个很没有分寸的衣冠禽兽啊，那种愤恨的表情唱得特别好。好，严梅加油。谢谢老师。其实评审的嘴巴也不是很好。歌词的形容啊，是是是，所以我刚刚就看回归国出来就访问他，我觉得他现在不是背歌词的，他已经能理解了，融入在唱了这么棒，从去年八一唱到现在的，对啊，他对台语歌现在不是光用背的，他已经理解，所以他唱得更好，已经唱进血液里了。是，其实不用比的啦，一定是赢过陈仁豪。哎，不行，也是要看分数啊，关哥。不是，老师讲的是说，他今天是会输给天一，但他也说他还学没有学会跳舞啊。你要听得懂他讲话，他就说今天会输，但是以后不见得。哦，是这样哈，不用看，来，请登上。也不行啊，还是要看。来，评审，请给分。从在我们那么旺舞台不会唱台语歌，到现在唱到这么感动人心，由此可见他的努力认真。今天这首歌曲可以得到的分数是70、80、90、90几分，91、92、93。小数点是多少？哇哦！恭喜得到93.4分，成功卫冕三关，累积奖金60,000元。仁豪今天也很棒，但是今天田妹是超水准的表演，对，所以希望大家要加紧努力，会越攀越高啊，互相良性的竞争，是会增加你们的战力，教学相长。是，那我们接下来从田妹的票箱抽出一些幸运观众朋友，得奖的是。
恭喜你得到奖金3000元。谢谢啊，来任老师，我休息一下。恭喜颜美琴登上卫冕者宝座。恭喜田颜美成功卫冕三关，累积奖金6万元。